所以我即马搁再来含咱了解一下吼。我正来讲，咱现时即个搁台湾的十大死亡的情形，是毋是即马拢死伫癌症较济？对吼？啊，伫癌症的过程，我先再大家来了解一下吼。即个癌症的过程吼，拢伫病房内底人咧，差不多拢有伫加护病房，经过加护病房安尼遐刺遐刺，因为不时会休克。啊！只小可昏了后，就去入去加护病房去急救。急救哪有成，才去出来这个普通病房。啊！若急救无起来，就知这个人已经无望啊！迄、那个上锁个倒咧，救护车对吼？救护车就甲送登去因厝安尼，啊！甲上锁甲背起来，甲互伊死去安尼。迄段中间吼，注意，迄段中间咱的意识拢讲无感觉啊，念佛无效。记得哦，但是多数拢得癌症，因真的十大死亡拢安尼。但是咱这么想哦，这个癌症、癌细胞，这个就是业障，大多数是杀业的问题较大。安怎样吼？所以那是今生在世已经无有文化了后，你若未向回向，无要尽心来修行吼，到时间到，咱别人都去得癌，咱也未得癌。功德嘛，对不对呢？哦，咱杀业遮济人，别人都去掉癌死啊，咱都绝对嘛是会掉癌死啊。那么要安怎样？因为这种的死法吼，其实拢安静袂落，多数拢安静袂落，所以要念佛困难。即马十大死亡，佮另外一种是车祸死的，阮那真济嘛。伫外口安尼搞咧，山死去啊，对吼？啊，龙年后震动，即马人真济嘛，后脑磕咧就死啊嘛吼。对不对？所以咱若无用功，要亲像大明中者安尼吼，我看无法度，因为咱还未完全偏过嘛，听有吼？还未完全偏过。人这个大明中者，人是不是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所以伊较问佛陀安尼，佛陀较甲讲安尼。来，我即马搁再来了解者，咱人吼，几种的死法，啊，甲无可能念佛。我讲予咱听，第一，咱人一般的人要死吼。拢无得到善终较济，这应该注意了解啊。无得到善终，这种的人吼，要死的真的亲像孤个八卡，所以真济人拢会安尼哀，安尼酸，吼、哦，这一个问题。这种的人无可能念佛，记好哈。第二种，如果那是去有火烧死，还是去有水毒死的人，火个烧迄段中间。伊有求生的意识，伊无想要念佛，因为伊较紧走会离，较紧好安尼，敢是安尼？走会离上好啦，即念佛较紧病较要紧吼，伊只有较紧病。第二，伫水窟啊拄到的人，拄伫水里要死的进程，伊有那想讲较紧看有物件通去救着有无？伊的心内吼无想着佛陀，安尼听好无？真的想讲看有物件，通去救，通去安尼离开迄个水窟啊，人也是海人。所以遇到火、甲遇到水的人，拢无可能念佛。第三，地动台落的人也无可能念佛，因为一日就台死啊，迄无机会通念佛。啊、哦，那么第三，这个路人发生事故的人，有哪无机会念佛？因为即马车祸是十大死亡其中的一项。哦，第四，死亡进程那是昏沉的人，无可能念佛，因为真济人拢昏沉，有些人去甲叫都免应的啊，迄款的人免怎念佛？迄卖讲十声啦，连一声都念袂出来。哈、哦，第五，死亡进程住院伫加护病房去急救，痛苦中有哪无可能念佛？因为咱人要死的进程，连衫裤都袂使甲换，这个手都袂使乌白甲洗啊！昨天敢唔捌听过？八小时以内卖甲换衫裤，互伊安静去，因为甲洗起来呢，手甲洗来洗去已经艰苦对这个甲洗的人会互伊受气。所以要处理尸体吼，八小时内绝对袂使甲叮当。咱知影吼，何况伫加护病房，结甲刺。死了到在这个业色上还没脱离，真痛苦，所以那种的人是不可能念佛、哦、
第六，死亡的进程业障缠身，会看到真多恶相。有的人看到爸母，看到阿公阿嬷，看到阿姑阿姨，有的人看到地狱相。你爱知影，有的人一生中间讲狗啊啦，烧狗血啊啦，这实在代志。有的人要死的时阵，直直画画狗血啊，规身躯画蚊啊，规身躯画火星，规身躯，实际有无无啊？有的话讲蛇，开规厝内拢蛇；有的话讲闲到门口拢狗啊，这叫做恶相现前，业障现前。有的看到迄个恶风给吹落山河大地，拢给吹到崩败哩；有的看到家己本身吹起哩到空中，卡去摔倒落来，迄个灵验经讲得真清楚啊。迄种死亡者知影啦，咱家看病人唔知影啦，但是看到迄恶相是有的话，啊，就安尼惊到皮皮喘，哈。这我那有会答会安尼。第七，死亡的进程有各种的病痛，这个痛，这个苦，有的西药也未禁未掉，哈、哦，这人也无可能念佛，这实在代志啊。第八，死亡的进程地狱上现前，有的恐怖也未当念佛。死亡的进程，远亲来给你看病，所以咱这个远亲借助吼，远亲就对，这亲情那是有口角，绝对唔通去看病人，自己又好，唔通好临到迄个病床的边啊。哦、因为这种的人不可能念佛，死亡的进程有时阵有亲情的跨界，伊也袂当念佛。有的是囡仔细汉，对不对？要写真的囡仔细汉，跨界囡仔、跨界母仔、跨界是大人的啊，有的跨界亲族啊，像老大人跨界后生的，诶，这个事业无顺，细汉囝还袂娶，啊，细汉祖囝还袂嫁，好吧？这种会啊，这种跨界真济人也不可能念佛，因为心袂安静。死亡进程，有的人是惊死，有的别项拢唔惊，干那惊讲死，唔知要安怎样，变啥物货？这种的人无可能念佛，因为有人来问我，讲伊别项无惊，干那想惊死，唔知要变啥安尼尔。哈、哦，实在啊，一礼拜前靠一个菩萨来问我尔啊，哈、哦，问我讲啊，唔知这个代志要哪解决？伊这个恐怖感吼、哦，因为惊三寸鬼灯的目睭起去，伊到底唔知变啥货？哦，这就是死亡前恐怖死亡后，所以无心念佛。第十三，死亡了后，咱人这个中阴身脱离，啊，有的是安尼，啊，未死亡的进程，这后生祖囝得去争夺财产啊，有安尼无？恁敢捌听到？有啊，真济啊，有的争夺甲老母的尸体，甲放在大厅内放一冬，干那财产纠纷未好势，安尼放一年。安怎放一年？高雄发生一个这个代志，大汉后生叫一个地理先去看另外一个地理，用伊的八字来排，第二个另外去看，第三个另外去看。你敢知啊？话落的呢？迄句观察都放一年。你甲看，死这个囝要创啥？人讲死后的入土为安呢？伊即嘛准甲打汤，都打汤一年。亲像这种计是。二路给争夺财产的万声四起，伊这个人也无心念佛，亲情人看未破吼，这实在是阻碍真大。第十是死亡了后处理不当，有那未当往生极乐。虽然你一生直直给念佛，但是都恶因缘，你死去的你死去的，人管要安怎给你处理？另外今日孙的代志，为着胎低啦、胎低啦、胎羊啊，对不对？注意。前年，咱高雄有一个咱的地主，因也要来听经，因大家拢甲主动，因大官也甲主动，有阵会甲撮。死去了讲，叫我去甲助念，叫一群人遐助念。我讲要助念不要紧，你是不是按照咱的理想来处理？等于了，因迄客家人吼，大家族，无人要安尼。到尾一个去，到尾去甲念香吼，一挂人去甲念香，啊抬羊啊，啊抬猪，迄肉骨来面汤。所以讲，今仔日你有去修行，但是你后事交代无好，这拢你的盘卡少。恁有听读过《地藏经》，应该知影。《地藏经》有讲过无？有啊。死亡进程，你无论杀一只鸡、杀一只鸭，拢总是罪过，是死亡者爱担，对不对呢？《地藏经》有安尼写无？迄拢总是规定。那像我一个要行真远路的人，你搁脚甲绑一块石头受伤啊？所以死亡进程处理不当。我那无可能往生极乐。
第十五，死亡了，丧葬不动也袂动。丧葬不动是安怎讲的？有诶，死亡了，今仔日死，明仔载随个火葬。有安尼有无？你想？真济呢？明仔载随个火葬，这种诶人应该是七日后才会使火葬哦。因为伊业识还未完全脱离进前万家叮当，一礼拜后才火葬。有诶，即马加一种啊，做冷冻观察，你敢捌看着？迄冷冻观察死了第二天，为着要打汤较久诶。下伫冷冻观察呢，即个拢总落寒变地角嘞，你敢了解？啊，这代志你敢知啊？哈、哦，我想无恶啦，这是实在啦。但是我都看到在道理，我甲咱注意提醒。即马有冷冻观察，恁捌看到嘛？迄白体啊，要死进前落冷冻观察，啊，摆在遐往看啦，或者亲戚五十安尼看。啊，有的当汤一个月、两个月安尼，因为袂当真急速的入土为安呐，所以这个叫做啥？死亡丧葬不动，注意安尼个想法嘛。总共和你十念，和你讲亲像一般人去甲咱讲的啦，讲十念啦，是信进来得有脑注解，爱不是训练，迄个一口气吼念十声，啊，停止呼吸，准第二念、第二念、念念，安尼控制个内心会清净，安尼会适度妄念。注意训练，你若想讲你要去西方极乐国土，你这代志唔通讲安尼马打马虎眼呐。我你讲话呐，讲唔对是耽误众生，佮家己爱食罪。这个佛经安怎写，我安怎甲人讲，我绝对唔敢甲人打折，打折落到地，你注意呐，袂当去后日你会找我。我甲人讲，代志呐是感觉简单，你会害胎，将来就袂圆满。那困难你的精进，将来就较好圆满。那么伫遮，我先煞甲咱注意了解一下，吼、哦。我即卖用这个印顺导师，有一挂话我甲咱大家互相鼓励。印顺导师讲安尼啦，吼、哦，讲安尼哈，讲有人即早就出家啊，有人足早就做在家居士啊。嘛，听过真济佛法啦，吼、哦，有那会向谈一挂佛理，吼、哦，有那会当分别善恶，就甚物通做，甚物唔通做，有那有人会向安尼，可是呢，依然原在个做派，有无？佛弟子有无？我哩讲有，真济，这是实在代志。我希望今仔日含上教法师结缘的人吼，我讲的这话你爱听的落。哦、我是希望虽然咱拄啊结缘两个外月尔，我希望含我结缘的人将来个个都真真正正会当解脱安尼。安怎？我即马先讲西方有关的问题哈。但是呢，有那有人，伊都会用了解佛法，嘛会用讲一寡佛法通听。但是伊原在个为非作歹，因为伊认为安尼，认为讲我若认命将十念就好啊，的代志 OK 啊，万行事拢解决。印顺就是讲安尼。这种的人吼、哦，有时阵伊是这种的想法叫做大错特错，安怎样吼？或者是以为有的人是以为讲日常生活无论做好甲做歹无啥要紧，吼、哦，只要认命中十念，我就会当往生啊。有哪有人想安尼？所以我前面甲咱讲，有的来到佛寺吼，甲讲安怎呢？讲咱佛教上殊胜拢唔免受信。我听到吼，实在是真伤心。有那有人来甲我斗，斗讲一般的人去到佛寺吼，食一顿，脚床半半就走啊。恁会袂？有人话讲，要来去雕山咯，伊就要去雕山，规定拢总无迄个人品的修持。去到佛寺也是夹夹滚，讲到要听经，无人要听。好佳哉，咱这个袂吼。甲咱注意恭喜哈，因为迄个阿海女将来讲话，真是都无讲到咱，所以伊即马家己心真寒，伊阵寒唔知，本来伊拢喊人去雕山啦，去佛寺创啥会啦，但是伊阵直至无爱喊人安尼混杂，伊即阵家己淡出哩，听录音带看经典安尼，知影吼？所以这种的人，伊认为讲时间够不要紧啊，师傅会来甲念啊，吼、哦，我师傅会来甲念啊。我也能往生啊，有人是想安尼，吼、哦，所以今来这去讲啊，日常生活
讲无论做好做歹拢无啥要紧，因为我都甲咱讲过，一个做基督徒的老苍去受菩萨戒等的原则，叫做老苍啊。这难道会当去净土吗？想看卖啊！换一句话，甲他讲，如果今仔日去受我戒受菩萨戒，你等于做生理原则叫奸诈欺骗，难道你会当去净土吗？这原则是叫做歹啊！哦，所以咱家己爱检讨哈。伊讲伊。印顺道士讲，因为一寡人认为讲做歹无啥要紧，只要你命中六十念安尼在往生，何妨？伊讲十念我要往生的进程，十念我就当往生啊，何妨？我平常时冇去听经文法啦，难道我未当去净土吗？会想安尼啊？我相信内底有哪有人想安尼也无一定啦，因为会当带个往生嘛，对不对？哦，迄句带个往生，咱敢害着？伊讲，种个人咧，平常时伫佛法念，伊也无要修功德，也无要修戒，也无要持斋，对人甲对事拢总是个颠倒错乱，啊个恶别做。伊不但袂当勉励人做善，颠倒会误人做恶啦。因为有诶想讲佛教徒都会使做歹啊，咱惊做歹有甚物要紧？有人会想安尼啊？伊起码去讲安尼，恶作非伊即个呢？不是佛的弟子，这种的人虽然有皈依、有修魔戒，有的是甚至行菩萨戒。印顺道士讲，这种的人不是佛弟子啦。注意，你若会当入去这间学校读册，但是你爱修好规，若无修好规，人家你开除，这是一定的嘛。所以这个优婆塞戒经是讲安尼，如果皈依了后，你都无要照佛的规戒进修，迄、那个资格取消。哦、所以这个是印顺德书跟我们讲，但是今天呢我们再来了解这个净土五经有关的问题。我刚才跟我们讲过，这个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上界轻呢，以这个十念呢是叫我们念十日念到一心不乱，不是只有十声。我们老和尚有一遍在大安路在个在一间在家的所在安坐，迄、那个在个安坐中间的因一个衣钵有哪来参加？来参加了呢，因即个个咱老和尚，甲伊讲菩萨啊，你有去念佛了无？讲有啊，我有去念佛啦。因为我阿临命中安怎念，你知唔知？伊讲知啦，我一声声嘛无问题啦。哈、哦，你敢知临命中的时阵哦，阿弥陀佛迄个阿阿未出来，阿、啊、阿。啊阿未出来，死亡了后，因厝内因的媳妇甲因祖囝甲换衫，这一片拢乌青，业障死掉咧，知影吼？念未出来啊？所以注意你唔通口舌讲稳当当，吼、哦！我甲你讲，若无亲像印光大师甲咱讲咧，好好结善缘，好好修改，好好忏悔啊，到时间到迄个恶因缘拢会活来。到时间搞真歹解脱，哈、哦！这个我搁再甲咱讲哈。好啦，今仔日总讲这代志啦，课本卖上啦，哈、哦，课本卖上，予咱注意吼、哦，较有信心的。大家要到店的机会真少哈、哦，凡是今仔日来做会，后礼拜你都无来嘛，不得卡啊。这是实在，因为咱人吼、哦、是缘生缘灭，安尼了解吼、哦。原先原本当时要离开拢无一定，或者就其他因素，阿咧白白上来参加嘛，无得空吼。这个佛陀吼，伫这个无量寿经是有讲安尼。如果那是要去西方净土的上品吼，一定第一自性心，第二清心，第三回向发愿心，将所有的功德拢回向对西方净土去。吼，佮再来应该修三项代志，第一爱诸心不散。诸心不杀，知影吼？第一、第二，爱固诸戒行。譬如讲，今仔日咱在在界人五戒爱修好。第三，爱不是读诵大乘经典。这三种条件一定爱注意。但是要做这三项，一定爱真有自性心来去做。有人有人去问我讲，是不是爱穿海青、爱穿参摩衣，就是这个皮衣？那是下当最好是安尼。安怎样吼？辛苦谢谢，我要来上经；辛苦谢谢，我要来创啥？我要来礼佛。
先去谢谢我来拜八十八佛，拜了所有功德拢回向西方净土，安尼来较稳当。很知影吼，即、這个就讲上品上善为这代志拢来做哦。到尾即个人是去到迄个金光大林，即刻看到三圣，即刻看到三圣，迄拢唔免阁等咧。注意，我甲咱讲，在家的人吼，这代志要做到完满，实在是比较较困难，这是实在啦，吼。即马第二中品的人，吼，中品啦、啊，啊，中品的人是安尼啦，吼。不过是一定爱发菩提心，上品、中品、下品拢爱发菩提心哈。即、这个底下下关有讲到，不过底下我甲咱做一个说明吼。中品的人爱受持五戒、持八关、斋戒，未使做五逆罪，好，无去找这个罪业，一定爱有善根，安尼才会当中品。注意，这个是观弥力，观无量寿经，好，安尼伫莲池内底哦，七天中品，有七天诶，有一小劫诶，好。中品下生的，中品下生为一定爱孝养父母，对世间所有的人一定爱生出种仁慈的心，人命中才会当往生阿弥陀佛的世界。爱对人人好哦，厝边隔壁大家爱人人好，哈、哦。即马来哈，我即马甲咱讲哈，注意听哈。即马来，我甲咱讲下品上生为。下品上升位的人哈，我即马先甲咱了解。今仔日咱在家己说，要得到上品位是，我甲咱讲，唔是讲我看咱无去啦。我甲咱上品甲中品是找无几个啦。好，安怎吼？那下当入去是下品位是可能较济啦。下品位较济呢，但是下品位内底下品上升位哈，伫连地内底七七四十九天。下品上升位是49天，哈、哦。下品中升位是6劫。下品上升，下品下升为12劫。好好哦，这是这伫这个《无量寿经》内底讲的哦。佛陀甲阿难尊者甲这个维提喜夫人讲的哦。哈、啊，恁等下家己看啦，哈、哦。恁既然有要爱去西方净土。这是大乘净土，恁家己想讲啊，我都买一摆，我绝对买一摆，买一摆，恁就顺住来经教，安怎甲咱教来修？伊这个49天，较离开莲池呢，迄莲花苞苞掉咧，49天后，这莲花较开开，安尼。但是49天吼，我甲咱讲，一本册叫做《佛说佛明经》，因为咱这个现阶的世界。一劫，拄啊好西方一天安尼，叫好哦。佛说佛明经内底佛陀加一类比丘讲的，啊，咱这个所在已经一劫，一天多一劫。但是咱今这个地球行到底呢？我现在甲咱讲，这经节有讲过啊，吼、哦。今仔日咱这个地球一大劫为。有分作四重劫，叫做行、住、坏、空，安尼。一大劫的中间，佮分作四个重劫。这物件就像安尼，生、行、异、灭，人有生、老、病、死，安怎样吼？所以这个地球行、住、坏、空。但是今仔日我行到住劫的第九劫尾啊，因为这个一重劫。它阁分作20小劫，等于20小劫。一小劫，即、這个是安尼做20小劫。一小劫呢，因为一等一减一小劫，做1680万年啦，安尼。啊，即马拄啊行到第九劫的尾啊，因为即个有正劫、减劫，人若有道德就正劫，世界公平；人若是无道德减劫，人生的生命如地。佛陀在世的时阵，寿是80岁至100岁，啊，现在已经经过2500几年啊。保险业的人要去调查，现在如今
实际上是相当的平均是72岁，七十三岁，南将是71岁。好、哦，所以今仔日是减减，所以减减到第十减，第九减的尾啊，将来第十减，一增减到人寿56000岁，弥勒菩萨下生。所以对这个所在甲平均起来，安尼，诸位，安尼多啊一天嘛，拢总多啊一天，好、哦。啊，如果那是一半多一宿，西方净土上品中生位的菩萨，有那一宿，该当见到三圣，就是一暝哦。但是一暝，咱这个地球已经到遐，已经等半年过啊。咱知影吼，这是一点代志。所以这个49天呢，就是伫下品上生位的49天吼。我跟咱讲，多等于咱这个地球已经派去49粒啊！你敢知影？49粒派去啊呢？所以伫这个所在，我一定爱跟咱做详细。这个六劫不是咱这六劫啊，因为这49天等于咱这49劫啊。所以这六劫吼是西方的六劫，不是咱这六劫。记好。但西方有真长的时间，这是对，因为。阿弥陀佛，阿个无量劫阿个底下，来是迄个个观世音菩萨接的，观世音菩萨无量劫底下来，阿个大势至菩萨接的，这是实在的代志。但是注意，今仔日来这个所在六劫，咱这已经经过无量无边劫，可能你已经证菩萨摩诃萨呀。你若伫这个世界生活啦，所以我都有甲咱讲过，咱每一次做八关斋，拢念啥？拢回向呢，愿一处功德回向我众生，何以来复莲华三昧呢？对不对？你若做八关斋，就知这个回向记得念咩？搁再一点，恁如果那是有做过牛弘宝忏，品格念佛第一句佛号，拢总念南无东来弥勒佛；第二佛号开念南无释迦牟尼佛。恁捌做过牛弘忏吗？您有听到这话有无？是安怎样快念安尼？吼、哦，不管在念安怎呢？欲速将来弥勒佛三昧得度呢？是毋是？对毋对呢？这是一定有念这句话，就是讲所有的功德是为着要将来受到弥勒佛给咱得度啊！唔快念安尼？注意，我唔是唔办呢。但是要甲注意改变这代志吼，因为过去都无种个观念，要甲咱改变是无可能的。牛弘忏做了的时候，安怎伊讲呢？令莲华三昧愿相逢，弥勒佛前亲受记。南无莲华会菩萨摩诃萨。恁有听有无？恁若无听到，叫做听而不闻啊啦。安听无？念佛听的人呢？有去看到等于视而不见啊！明明都想讲要让弥勒菩萨莲华三昧要相逢，是安怎有的人听到弥勒菩萨会着惊？莫名其妙咧，这实在啊！但是今仔日你若去西方，要过来护莲华三昧，这是矛盾咧。你敢知影？那是真真正正会当去西方的人，是袂当来护着莲华三昧呢？就是你今仔日伫上品中生位哦，你都付袂着，我无骗你。为什么呢？因为上品中生位迄、那个所在一暗卡会当出来啊，一暗卡会当离开迄个什么台啊？迄、那个金光台呢？啊，一暗出来，咱这粒地球已经轮转到这，已经要派不了去啊，剩微尘尔呢。一宿多一半嘛，一日多一劫啊，49天多等于49劫。哦、西方的六劫，那是无量无边的。你若在这个所在，会当遇到现劫千佛，你搁在修菩萨道，你早就成摩诃萨啦。好、哦，来佛陀搁在讲安呢，这是我连前日在迄个八关斋戒，我有讲过。一本叫做《修护国界诸经》，佛陀讲安呢，咱人要临命终的时阵，那会当先知影时间到啊。因为咱有人要死、要往生的进程，提早就知影嘛。恁老就看过这个个《六祖坛经》，是毋是？这个慧能大师家己的弟子讲，这弟子拢去哭啊，
重要这本守护国家的主经来的佛陀给讲安呢，讲如果任何一个佛弟子，那要往生的进境，以正念分明，伊无其他的杂事，啊，伊家己会当了解，家己去辛苦洗洗，哈、哦，啊来倒咧，家己的囝拢交代了，伊家己真主动啊，辛苦去洗洗，安尼来。厝内公平骗食，有一种个真清芳个味生出来。我前日有安尼讲过无？你若去做百官宰人，就知影吗？如果若是这种个人，伊一定会见到佛的好相。见到佛的好相呢，这个人决定往生净土。注意想法会教个未？尽量修，因为佛陀个交代是十念往生，是十日，甚至呢，伫这个十日个修持中间，一定爱。断掉帮助，无一定无合法落来啊！你念未清净，佮念佛一定爱有精神。那念佛无精神，要圆满到这个时间到佛现，因为这个法咒三昧叫做佛现，念佛念到佛现。那么这个念佛三昧就是念佛念到心定。好、哦，注意既然这个因缘，你得安尼真正到好势。好、哦，佮再讲呢，因为要去西方净土，一定爱有强烈的出离心。那无强烈的出离心吼，我跟你讲歹去，这是实在代志。但是道士如果因是有正常心就可以。我讲这话不是我家己想的，是佛经来底写。吼、哦，如果那是有人听起要怀疑，讲我这话可能唔对，要搁另外加讲一寡难善话，先含我谈看卖。那无呢，可能会诽谤大乘，会误导众生。因为这个普贤十大行愿内底有计讲随顺。众生缘来个加嘛，对不对？今仔日的末法的时阵，佛陀既然有介绍无量净土，唔是干那西方极乐是净土尔，是佛的世界当中净土，记好。就是这个所在有那是净土，是咱无迄个心境看出来尔。但是咱尽量修，好、哦、尽量修，修到时间到，会当真正决定往生净土。你的理想那是伫西方，你照如来经教，有关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或者是往生净土论，你有哪在看？搁在看普贤十大行愿，因为普贤十大行愿是有讲安尼，讲如果你八种的问题如果那未圆满，你来修普贤十大行愿，到时间到我哪甲你带去？吼、哦，会当讲普贤十大行愿的人在讲，未当讲的人，你叫普贤十大行愿在拜，念一声拜一个，天天都在拜。安尼到时间到，普贤菩萨给你带去。第一礼敬诸佛，第二赞叹如来，念一声拜一个，你天天都在拜。你若是做功课了，附带落去拜，时间到普贤菩萨有奈给你接引。你的理想的世界安尼要去靠希望，所以这个就是决定人要死的进程。你若会当先了解，那么来呢，自自然然你会当辛苦洗洗，多大门城，人要来给你接引啊。好，安尼就会当往生净土。如果有人，伊即摆讲第二段，有人虽然伊有计修五戒，伊平常时有哪有计念佛，不过伊无精进心，无十足的精进，因为伊袂当以如来经教做甲真十足。伊即种的人讲安怎呢？佛陀甲咱讲，当然伊连命中嘛无甚物现象啦，无现象哦。伊不过呢，一生都伊也袂做外歹，所以伊嘛无恶相。要死的时候，咱无恶相，所以这种的情形都变啥？地府唔修啦，安怎知影吼？阎罗王不爱定，啊，阎罗王不爱定，不过净土嘛袂当入去，因为伊都无精神啊，净土那袂当入，因为唔是嘴个念佛，心无个念佛，唔是安尼。所以佛陀较个讲安尼，伊这种的人吼，这种的人哦，地府也唔修，啊，这个净土也唔修，都亲像睡眠的中间到尾。生去对呢，生去胎生的异象。胎生的异象呢，就是西方净土的边地，在迄个所在五百年也袂当见佛，也袂当闻法。这种的人都爱去啊，去啊休息啦。安、啊、听好无？哈、哦，你无去精进哦，你都也无做甚物罪过。但是你事实都也无去精进，有去乞丐是无唔对，有去念佛，但是到那边那么就去迄个所在遐遐消凉。哦、五百年不是我们这五百年、
五百年你家己来统计看卖啊，因为咱只一工西方净土一工，咱只一劫啊。你家想我西方五百年看偌久？我你讲悲哀呢，那是真悲哀的代志啊！哈、哦，即卖来，搁一点，哈、哦。伊讲去到迄个所在，爱搁叫信愿行，重新开始，才会当入到西方的本地。这个是守护国界诸经内底佛陀讲出来。来，搁再一点，如果有人已经起出人民心，有正念现前，啊，这个财宝也袂贪乱，某件也袂贪乱，但是要死的进程，安尼心真欢喜，真笑。这种的人，伊搁想到迄个天宫。这款的人死了后往生天堂，什么天堂？就是六欲天。因为在世的中间，伊都无出家，无修梵行，所以只有到六欲天去安尼尔。因为迄个所在的天堂的堂主会来甲接引安尼。安了解吼，我都甲咱讲的一个 BQ， 叫毒蛇加持了后出现，住伫这个脱离天宫内底哩嘛。好、哦，来，即卖来个了解一下。如果有一种的人，伊心真柔软，就是真有慈悲心，吼、哦，啊，一生中间呢也无甚物病苦，啊，唔过呢，对这个爸母、母囝，啊，真要求，迄、那个惯性、迄、那个惯乱的情真深，但是一生中都也无甚物大善，也无甚物大恶，这个人呢，对这个家财，搁在安尼看袂啥开，这种的人死了后，要死的进程不是手安尼摸，安尼摸。这种的人来世搁再出世做人，哈、哦，来世搁再出世做人哦。如果那有破病的人，伊不是，我咧骨甲啾啾，但是伊啾啾呢，唔是倒这边哦。咱知影吼，附着这种恶化，结伤困是倒安呢，用正手做枕头给困的。但是这种的病人是用倒手，啊不是骨甲啾啾。但是呢，困一下就爱人家病来病去，假个生假个生。但是愈病愈重，愈病愈重，嘴袂当讲话，啊，直直吐气，直直吐气，直直吐气，啊，有冤债现前，啊，心识不是善乱，啊，癫狂，狂血颠倒，啊，规身躯蒙掉那像冰冷，吼、哦，啊，这个西药阁袂禁，注意，真侪人是安尼呢，这个人死了一定落地噶。现在你自己看你自己的顾病人看怎么选择怎么另外一种的人他嘴不是嘴巴在破病中间不是嘴巴身躯亲入血这样常常说他要吃东西、哦、啊嘴开合不下来他说这种的人将来一定落轨道、哦、另外一种人在破病中常常要吃东西叫家里孙子不是煮肉来吃但是家里孙子把坑坑也不听这种的人死了后就脱生道，有无？有的人计死，一生素质真好哦，到要死的进程，计颠倒啊！要食肉，要创啥货啊？这种的人将来就脱生道。注意，你若要看这个人死了对对去，我甲咱教。这经典文来写，死了后你八点钟拢慢才甲点动。你即马甲八点钟后，你甲望这个人，都你甲想讲，伊都有去修行，唔到去净土无？你甲望遮看卖啊？遮那是烧烧，这个人一定受着菩萨接引啦。吼、哦！如果这个所在望，这个人都有去修行，不过这个所在望都无烧，你甲望遮看卖啊？吼、哦！这个所在那是烧烧，这个人死了后往生天道，就是迄个六欲天。如果那是修行人死了而亡家，会烧的话，那不是去色界，就是去无色界。那么是在家的人，伊无修清净行，那么伊甲亡那是才烧烧。伊这个人已经去六欲天，吼、哦。佮再来，如果这个死亡者一生都做人袂歹，这亡也无烧，这亡也无烧，你甲亡家，这个所在那是烧烧，这个人佮在往生人间，吼、哦。搁在身体真干涉啊！搁在这个所在那是摸无吼，你甲摸目道，目道那是烧烧，因为八点钟后，这其他拢冷去啊，目道那是烧烧，这个人已经落轨道去啊，恶轨道。如果这个所在摸开无烧，你甲摸脚头，
下头屋那是烧烧，这个人已经落脱性的。哦，如果这个人脱性的无累，你甲望脚底，脚底那是烧烧，是已经落地角的啊。所以，唔是管今仔日今仔三千日的温达达，因为那是拼车上刚大个棒经恢复，佮讲迄个南山话。诽谤同参道友，这个人将来嘛是真麻烦，因为这个恶道口有成分通好去，要上到这个解脱真困难。就是注意在家技术，你若要顺住来警告，对人阿弥陀经安怎教，吼、哦、无量寿经安怎教，你都爱认为讲真困难，你才精进。你若认为讲真简单，那么你可能害待过一世人。到时间到，我跟你讲，歹去。今仔日吼，阮穿真了，阮若无真真正正福气如来加减吼，阮实在是有那对不住，对不住上，对不住佛德，对不住摩诃萨。你敢知影？阮将来要解脱是困难呢。阮唔是讲徛伫遮，阮就真嚣掰呢，无呢。师父啊，要给我来遮讲，是要给我来经验的呢。我得爱真谦卑来含咧做斗阵呢。我徛伫遮无啥物嚣掰，这造罪真大呢。因为五道众生的造罪真大，应该最了解啊。吼、哦，所以经典那是看无透，连诸多都不可能啦，搁要度什么众生？我不是有安尼去警告家己。吼、哦，所以佛经内底就甲咱讲，一定爱自心，爱修改，吼、哦，爱什么什么，爱三诸牛古脚，念佛是爱六念齐全。那么咱今日干呢？占一项，啊，搁也唔知什么叫做念字，是嘴个念，还是心个反省，也唔知呀。哈、哦，啊，别安怎念？什么叫做念佛？啊，了解啊。你若是本身唔慢，当然你有啥要招人来听，啊，你嘛样讲我念佛啦，念佛啦，到底安怎念佛？你伫迄个半知半解，有些是不知不解呢？到时间是什么人去耽误什么人？那是罪过无边的，吼、哦！那个罪过究竟念佛是念到破咒三昧，佛现前给你看。佮再无呢，就一定要念到念佛三昧。你念佛的中间念到入定，这个叫做念佛三昧。如果那是未动的话呢，总是你在迄个往生的进程爱一样复业。虽然是带业往生，这是对。你得要往生的进程一刹那，你这个业，你的业力你暗看未掉。如果业力暗看未掉吼，我跟你讲，你起十念，一切菩萨、一切佛要接引困难。吼、哦，所以最多有想讲要往生西方净土，你一定爱。别人跟你讲的，你暂时按下；我今日跟你讲的，你要按下。你家己去买净土五经来看。甚至这个往生净土论，这个世亲所作的这本册，你有哪个看较清楚？这个，因为这个往生净土论内底世亲呢，有哪讲较真清楚啊？哈、哦，世亲有哪讲较真清楚？这个是啥文的往生论？伊嘛是计讲五念文，五念文的中间，伊第一礼拜文礼佛，第二赞叹佛德，第三作愿，第四观察，第五回向。哦，这个菩萨就真慈悲，跟我讲讲啊，某某人，好、哦，安怎安怎？啊，我如果你那是今仔日有伫只听的话啦，那么你等下家己来看，看这个往生净土论安怎甲咱教，安怎念，安怎样礼佛，哈、哦，安怎拜佛？因为这个身口意三业的中间，你会当做善业啊，身躯来礼佛啦，对不对？这是善业啊，口业就是赞佛啦，是不是意业？就是这个个心清净观察，啊个作愿，啊个回向啊。好、哦，如果这代志你都做未成，我谈到就甲咱讲啊，你按照普贤菩萨的这十大行愿来去修。普贤菩萨十大行愿来去修呢，就是第一恭喜，第一就是礼敬诸佛，你每一尊佛逐世都甲拜，安怎样吼？第二就赞叹如来。第三就供修供养，第四是忏度业障，第五是随喜功德，哈、哦，第六是清转法轮，第七清佛住世，第八上随佛塔，
地教是行顺众生，你若袂当讲经弘听，袂当讲十天愿弘听，你莫你照这十条，一条念一遍拜一遍，念一遍拜一遍，再是功课做了，你照安尼来拜。但是你爱会用回向，先大回向来较回向净土。你若想讲要去西方净土，你就完全拢回向西方净土。吼、哦，这个普贤实在行愿安尼来去修。但是如果再呢，你感觉麻烦，你来看为末结晶的香积品。为末结晶的香积品呢，有哪有讲到安尼？讲到如果你若是要去升起净土，有哪爱有八条通好做？第一，消业众生而不妄报；第二是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第三是作诸功德尽于施济，就是无论你做偌济功德，拢回向我众生。哈、哦。第四，定心众生欠下无碍，就是用着平等心来看待众生。安怎样吼？第五是五祖菩萨施济诸佛，吼、哦、所未闻经而不疑。譬如讲，今仔日咱对所有菩萨，甲当作是佛；注意对所有的众生，我那甲当作佛。如果有一挂经诵，咱大家还未看过，有人讲出来，你唔通怀疑，那怀疑是诽谤佛乱。一生中，咱要看几本总经是真困难。若无有真殊胜的因缘，甲累劫的因缘吼，我甲咱讲，要看几本的经真困难。这实在，但是在经咱无看到，咱唔通讲讲无影。那安尼你是诽谤佛法，安怎样吼？这记好哦，甚物人都受伤哦。最后这个嘴较甜的，为甚物呢？因为咱凭讲出，那是唔捌个地捌啦，害法害佛害法，安了解无？嘛，卖诽谤着出家人，这我都甲咱讲过啊。那么第六，不如成文而相背，就是讲咱去进修，家己要建立德行起来进程，卖违背成文性。什么是成文性呢？就是阿罗汉道啊。咱有个自修独善其身，是以四圣体来去修，当然是靠执灭道。今仔日咱有那要修行，就有那以靠执灭道来去修。好、哦，那么第七。不执彼恭，不隔其离，而无其中调伏其心。就是讲安怎样呢？唔通妄度其他的，才同参道友。无我人奉供养较济，我供养较少，啊，就心内就叫恶杂啊。这叫做不执彼恭啦。哈、哦，唔通直直想讲家己尽量奉供养如济如何。我甲你讲哈、哦，所以我唔敢讲讲清净啊，无比咱较嚣摆就对啦。安怎样吼？因为这个三米界内底就未使执持金银啊！我现在甲咱讲，将来咱有机会出家，众生有供养来的钱，好，搁这两条搁讲一下。众生供养来的钱，这个钱我未使家己开呢，因为我是三宝啊，听好无？我本身是实质的精宝，我再钱啊，再个搁再爱回向我三宝，一生五年爱搁回向我三宝，你唔通讲这钱我提起来。等于饲厝里的大细汉囡仔，到尾迄大细汉囡仔，大家拢戆戆，你唔知？嘿，因无资格用这钱啦，充其量会使供养爸母尔。迄三米界就未使出资金银啊，吼、哦，迄条界就讲个钱，这钱为着公益事业，搁再做出来，为着佛事的物件搁做出来，一生五年未使放，未使讲老嘞，我起等来创啥？哦，迄时间到吼，你害囡仔若无。真歹看，大家若无戆生戆死，就是倾家荡产。有个人在客里等于个做事业，还叫做事业，这是真害呢，是害家己呢。吼、哦，这是唔捌唔惊啦。啊，若像我吼，一点点啊，我得去注意啊。我唔是讲我真捌啦，但是我真小心，我都看到这個，我都唔敢安尼做，未使这，知影吼？因为这吼爱甲众生做第二战术的功德。今仔日供经有功德，搁再从这供养三宝功德端两条走出来，那无将来是生魔带角形呢？我都甲咱讲过，国庆时内底大家拢都出去做牛啊，吼、哦！啊，都爱伫这个搁不执彼恭，搁再袂使家己有利，得爱家己调这个心幸福下落。地教爱常常反省家己到底有过失了无？啊，唔通定要讲人个当地话，吼、哦！注意在家中，咱袂使呢。你袂使讲四种的这种错误呢。何况今仔日若是出家人，要讲来讲去哦，迄实在是真无对呢。迄佛法的摆是摆伫遮呢，吼、哦。所以今来的唯有一心相信机构，
不相比的，就讲卖讲对方的什么唔对，无佛法通贡献是啦，哦，研究佛法是讲未完啦、啊。对不对呢？那有迄个阑珊时间来讲，什么人唔对，什么人去安怎样呢？吼、哦，所以唔可讲唯有一心求诸功德，那是会当安尼做，有那会当去净土。好，阿弥陀佛，吼、哦。